问一下我们的伟汉哥，其实在上一次这个高嘉瑜跟林秉樞的事件之后，大家发现伟汉哥不只是政治评论的非常到位，他在两性方面他的评论也很有见解。下面真的刷一排，就是伟汉哥我讲得很好啊。好，在他讲之前，李静蕾在今天上午10点其实又再度五问王力宏，那里头有特别讲到，当然是有没有从事一些有没有做过从事性交易的事情，或是婚前有很多的朋友等等的。这一篇到今天为止的最新发展，李静蕾这者当然是想要玉石俱焚了。您认为他在今天中午的王力宏这一篇出来之后，李静蕾就真的会善罢甘休吗？我觉得李静蕾还会再发文，关键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刚上次哥讲到关键了哈。昨天王力宏的发文跟今天王力宏的发文看起来不是同一个人的发文，是第一个用字遣词，昨天的别的不要说了。光是错字就一堆，对，孩子断点莫名其妙。那、啊、你现在我不是在消遣王力宏哦，因为他确实应该英文比中文还好，他惯用的语言可能不是中文。但是你们发现他里面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他叫他西村美智子，对，然后他又说这个事情对王爸爸、王妈妈造成伤害，道歉了。谁会跟自己的爸爸讲说，哎，王爸爸对不起，王妈妈对不起，很奇怪。好，就是为什么王力宏自己写的文章会是那样？今天的这一篇，导播看到左下角这一篇，他里面。最关键的那个是在12345 6第六行，静蕾，静蕾，我们还是要共同照顾抚养三个孩子的、啊，有没有？就这里了，怎么没有再讲美智子了？哦，因为美智子也被骂翻了、啊，因为毕竟李静蕾就李静蕾嘛，他故意要讲出西村，而且那个村不是春天的村嘛，应该是村庄的村啊，哦、西村怎么变那个村呢、啊？哈、哦，你跟他私下的称呼是叫他美智子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讲说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西村美智子当时怎么样？所以其实你是不是希望你的演艺事业的主舞台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要引起仇日的情节，就让大家讨厌他、啊、后来大陆的网友好像也没有买单。那今天这一篇的话就完全是交战手的，为什么？因为刚刚这个莎莎跟大家讲的，今天早上因为昨天说晚了要睡了，其实也已经够晚了。那李静蕾有提出个反驳说今天早上再说，他今天早上的补文就是等于是刀刀见骨的再次指责王力宏，你有没有做出那些大家所不期待你做的事情，你的私生活，甚至你有没有那个所谓的招妓，你要跟大家解释，对不对？那王力宏今天回应是什么？都不回应了，因为反正既然都已经要离婚了，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房子我会给你，小孩我也会抚养，演艺圈我暂时工作停止，然后呢，来弥补这段期间，当一个男人左思右想，还是应该承担起责任，我就都不再说了。所以不再说，也就等于不会再回答。所以有没有婚前婚后，有没有很多男女关系，不再说。有没有讲说被国仔拍到做了那一些一般大家很难想象的事情，不再说。有没有这个过去你那个过程当中怀孕有没有怎么样，然后到底遗产是多少，不再说，通通不再说，房子也给你。但是你看这一句哈、哦，莎莎第三行，好，既已离婚。争论过去种种已经无意义了，有没有？对，既已离婚，有没有？对。那问题是，现在到底离婚了没有？他们两个是在纽约是这个公证，因为王力宏是这样写的，在纽约直接就登记了。那回到台湾之后，因为我不知道啊，这个不，我先跟大家讲啊，科普一下，他在国外结婚，在台湾只要有登记，也是完全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现在看起来，王力宏他的看法是我们已经离婚了。那既然已经离婚了，就不要再吵了。既然已经离婚了，那就不要再说了。既然已经离婚了，房子给你，孩子我会养，就算了吧。可是李静蕾的态度是，我看到媒体问他，他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离婚手续呢，所以在现在目前还没有离婚呢。重点还不能叫他前妻、啊。对，所以现在问题是，突然发现说到底可不可以叫前妻，好像还不行啊。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包含了孩子的抚养权啊等等啊，还有那个后续的财产的问题，他现在。从原本的说，你只要传简讯有没有？你只要承认你失心疯，我就可以把房子给你。到现在为止，不承认失心疯，我都道歉，我都承认就是我错了，然后房子也要给了。可是结束了吗？还没啊！光是到底现在目前的婚姻状态是既然已经离婚，还是还没离婚？我相信李静蕾应该还会再有发文。好，那当然啦，因为王力宏已经示弱了啦。就是、但房子要给这样写出来，因为看起来两个人其实是可以联络上，那你硬要把房子要给写出来，你势必就是还是有一点一口气，所以我才讲说他看起来是示弱，可是问题是他示弱对象是李静蕾还是这个社会的舆论？对，跟舆论是说我对了我错了，好了，那都不要再讲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我不讲了，对不起，我暂时停止工作了，好，我也不要在演艺圈活动了。那刚刚上次有讲说，现在看中国大陆方面的那个动作的，我是看到央视昨天有一个最近的主题曲片尾曲，直接把它拿掉了，变成是那个谭维维个人唱。那其他的歌会不会全部被下架？就看下一步。对，如果人设崩坏的话，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他，我相信王力宏应该已经假设到，也许会。没错。但不关心，不管有没有，我就先暂时退出工作，然后去做这个事情。那最后一点，刚刚那个上次哥讲的，我同意哈。我们现在2021年，对不对？如果这五年来他好好的维持他的好爸爸的形象，也不再真的有那么多的工作，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再回头看，又和好了。是。那他又会活过来哦，你不要以为，至少在台湾可能可以的，大陆我不知道，大陆我没有那么熟。好，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王力宏决定要止血，不再谈论，然后呢，所有的错都是他的错，那细节部分他不再谈。显然啊，我们就比较从政治的角度来评论的话，显然谈论细节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就不再谈论细节了。那其实说实在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哈？一开始他们宣布离婚的前两天，其实女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的。对，是因为哦，李静蕾说，当媒体说要讲我们两个的事情的时候，你说不要再谈了；当媒体骂我的时候，你说你不能再回应了，因为你已经说你不回应了；当媒体讲到你的时候，你就出来回应了，那你把我当成什么？所以他才 po 了第一次的文，这个爸爸加码提油救火，说没有了，当时是那个讲的太粗鲁了啦。什么月事，好像是他用骗的，你知道吗？说什么一个月事刚过的女孩认识，好，但那个细节大家去看，好，因为我们这个是普及的频道，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在看的。好像就是李静蕾用心计去骗到王力宏，让他身上怀孕。可是李静蕾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么的悬殊？我也不是说没有人支持王力宏，支持的就绝对是少数，就是你怎么拿这个来批评人家呢？那他说一个37岁的人难道不知道过程中完全没有避孕的措施就是可能会怀孕吗？怎么会讲说我骗她怀孕呢？然后如果说我骗她怀孕，那如果不结婚就要把你毁掉，那你应该很怕我很痛苦的，对不对？应该是名存实亡的夫妻。哎，怎么后来2014年生了一胎以后，2016、2018还连续生啊，生到有儿子以后又说要分开了。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对李静蕾来讲，大家会不要讲同情她，会认同她，就认同啊，你讲的有凭有据，而且敢讲真话。那王力宏这边的话，就是一开始他自己没有回答，他有机会讲的。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还拿着手机去拍那些在机场的记者，对不对？然后呢，回到台湾以后，明明其实你就是在检疫旅馆嘛，你应该也可以看看新闻，你也可以写东西。没有，是他的父亲岳阳拿了两张纸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很糟糕。”那当然，李静蕾讲的更直啊。我觉得他其实讲为什么大家能接受，说你的父亲远在美国，他怎么联络台湾的媒体？对，他怎么能够弄一个两张的那个手写的新闻稿以后，然后媒体就登了？还不是你跟你的团队把这个讯息露出来的，你不面对我，去叫你的父亲拿这些东西诋毁我，所以才会有第二篇、第三篇，慢慢的一篇一篇出来。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至少在男女之间的事情，我觉得也不要觉得王力宏全错了。显然他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可能跟他的这个太太李静蕾应该也是处得不愉快，他或许真的生活上是很痛苦，这个也必须讲，王力宏或许他是真的痛苦，但是他在危机处理上面的这件事情，我刚刚讲从头到尾他的措施呢，看起来都是扣分。唯一一个看起来像样的回应就是今天这个最新的回应，对，就只有今天这个最新的回应看起来是对他的那个伤害管控唯一有效的，只有今天这一篇。